宇宙ステーションの運営段階のコストを最適化するため、長征10号近地球バージョンの1段目ロケットは再使用可能に設計されており、メインエンジンはすでに10回以上の再使用試験を終えている。近地版的一子级可重复使用方案，前期呢也经过了陆地的缩比验证试验，以及海上的这个缩比试验验证。我们也期望呢早日能够进入工程的验证阶段，我们走出我们自己一些创新的一些方法，而且呢该方法应该可以在未来其他型号的研制中间可以借鉴使用，后来还可以发展出一些商业版的近地版火箭。宇宙飛行士の安全を保障するため、長征10号シリーズはロケットをよりスマートにするスマートブレーン関連技術も持っている。那么我们在研制中间呢，就是把我们整个在研制中间可能想到的一些故障模式，在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通过任务重规划以及整个系统的重构，来继续完成我们的既定任务。